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近些年来 3D 展特别多，那些看上去立体感十足的照片，真的让你有一种惊诧不已的感觉。那么，这些本来是平面的图形，为什么看上去会那么立体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视频。你会发现，令人惊讶的事情是，木球并没有滑下去，而像是被无形的磁场吸引着滑上了斜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去往下看。当装置转动起来，你才会发现，原来斜坡的真实方向与你最初的判断恰好相反，中间才是最低的位置。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来源于我们对中间那根支柱造成的错觉影响。这原来应该平行的五根柱子其实并不平行。我们对于立体物体的知觉完全依赖于我们视网膜上对这些物体的线条、阴影等信息进行快速的整合和解释。当这些信息不完全，或者恰恰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往往只能觉察到其中的一种，不可能的场景就出现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3D 图形。而我们对于各种线条和阴影的快速整合，就依赖于我们过去的经验。从小生长于高楼大厦的我们，对那些立体图形早已再熟悉的不过了。所以呢，正是由于你早已习惯了三维世界，所以才会把三维世界里的认知策略拿到两维世界当中使用，结果就出现了种种错觉。那些阴影和线条只要一在我们的眼中出现，我们的知觉系统就会对其进行加工，而这种加工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阴影和线条进行归类或者是立体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图片时，才会下意识地认为 A 比 B 短，前面的人比后面的人要大，因为你把这样一张两维图片自觉成了立体图形。也正是利用人脑的这种知觉特性，才能让 3D 化产生如此奇幻的感觉。也曾经有很多 3D 画展在微博上艾特我，希望我帮他分享画展的信息，并承诺会送我画展的门票，可是我从来没有分享过。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你去看了这样的画展，在现场你什么效果都看不到。因为这些 3D 画是用两维的画面让你产生三维的错觉，真正在画这些画的时候，其实构图都是不正常的。因为只有这样，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通过照片这样的两维方式呈现，才能产生 3D 的效果。我想如果你去看过这样的展览，一定深有体会吧。没有相机，你根本无法感受到这样一种画的魅力。所以呢，再有这样的画展，你就不用再去看了。欣赏下你那些上了当的朋友为了弥补内心的伤痛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把这类 3D 图拿给那些恢复了视觉的盲人看，他就不太会看出我们的效果。为什么呢？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习惯三维世界，所以才不会用两维世界的这些策略来构成那些错觉。或许大家都认为，如果给盲人恢复视力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海伦·凯勒在他那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就描绘出恢复视力之后的美好生活。可事实上是，重获光明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件大麻烦事，特别是对于那些先天失明或者早期失明的人而言。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有一位失明50多年的盲人重获光明，他在刚满10个月时候就因为角膜炎而失去了视力。在他恢复了视力之后呢，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迎来充满光明的新生活，而是麻烦不断。首先呢，他没有办法辨别人脸，其次呢，他没有办法辨别距离，即使站在3-4层楼的阳台上，他也以为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够到楼下的车辆，原来他只要通过拐杖就可以过马路，
可是现在也存在问题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判断距离的远近，所以它的过马路就会危险万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认知科学家通过大脑成像技术发现，在这些人大脑当中的视觉神经中枢中，各个部分的神经元之间连接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参与视觉加工的神经元太少了，结果功亏一篑，使得他们即使有正常的视力也没有办法识别复杂的物体。他们都在视觉发育的关键期，也就是婴幼儿时期丧失了视力。由于缺少足够的光线刺激，他们大脑当中视觉神经元之间的联系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期的经验缺失让他们无法形成最基本的视觉系统，所以即使他们复明了依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看这个世界。这些在很大年纪才恢复光明的人通常活得都不是很好，甚至有人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所以首先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时机一旦错过就不能再来了。对于一个青少年而言，尽快让他恢复视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而对于一位已经失明了数十年的老人而言，还是让他在黑暗中安详沉静的生活比较好，光明的混乱与纷扰未必是他能承受的。其次便是经验对知觉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中，光拥有一套正常的视觉系统是不够的，更要拥有一套适合于我们生活的视觉系统。而外界纷繁的刺激，我们丰富的生活都不断地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视觉系统，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更通过知觉的影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这个世界。就像这张图片，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梅花形，但其实这是一个又一个同心的正圆形，圆形上的那些花纹让你彻底混乱了，无法看清这本真的世界。我们常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你现在知道了，眼界也未必为实。认识这个世界不仅要靠你那双明亮的眼睛，更需要你那颗明亮的心。